接下来看测试是赢在先的日子，万年工程局也特别选在测试时阵来举办赢在先的活动，而且是佮准备了一千个红包，内面都有做20块的钱包，俾民众提登去发财。所以伫一透早时阵，都就有名民众拢是做伙来排队，来领出一个好运的红包，一个平安币。今仔新的活动，牵着上千名民众前来参与，大家拢想要伫新的一年有好的财运，赚搁较侪钱，好出来过了比较较好的生活。伫这迎财神的仪式结束了后，上届受到大家欢迎的，就是领出这钱包，祈求好财运。那是要来提这個？啊？那是要提这个平安大赚钱？好、哦，平安大赚钱哦。嘿、欸，我祈求今年发财的对吧？哎、欸，那系啦，系啦，系好。初四接神的日子吼，阮办千人接财神，欢喜过新年吼，送红包，伫这活动的中间吼，有今仔日的学生来善男信女吼，超过1000人吼，阳光办了嘛是非常的成功，阮是旧年就办啦吼，阮旧年办700个吼，红包准备700个，旧年分无够，所以今就是。把咱得摕到旧年摕到红包的一寡善男信女哦，转去哦，大家拢发大财吼、哦，大赚钱啊！所以受了各界要求哦，阮今年大扩大来举办吼、哦、啊，阳光今年办了这个信徒嘛非常的踊跃。宫廷宫主神是关圣帝君，也就是大家讲的文主公。这文主公本身是武财神，这庙方人员特别安排迎财神活动，希望由这武财神带给民众好财运，今年会当加赚一寡钱，过着比往年更加幸福的生活。中视新闻控诉员关林报道。